按照图线折好，拿出口罩，里面抄上，放好，先这样折，再这样折，把口罩带缠上去。OK， 完成了。广东人秒懂的内涵店名又来了。喂，你好，卜卜斋热线有咩可以帮到你？我想投诉。请问你投诉啲乜嘢呢？我想投诉那个陈医生啊，当我试试喺呢个医院，佢叫我腰餐扶，佢都讲啊，我嚟睇下医生啦，哇吓死我啊！咁医生打针吉一嘢都好正常。咁中医都可以针灸㗎係咪？你有好分支啦，佢真名叫吉川富路。佢唔係姓陈嘅咩？係，佢係姓陈，但佢全名叫陈吉川富路啊嘛。佢老豆係中国人，佢老母係日本人嚟㗎。小姐，你唔使咁激动，即係咁呢个都係个称呼啫。福咩话？